新竹竹东有嘛个人文历史，有安多嘛个好食的好料的。竹东贵重的学生诶，是迄专家无？后下学生诶，画个一张一个 A4 自然态的土壤梯图，咱们书陈述。里面美术班的同学，如果画个一本色谱诶，按到初步懂行，对计划、采访、摄影、辨识都排版也得，总可以如何学生诶去考慕去做无？伊能含发挥专长，敢于白过生活的长发。安尼一个细草枝，如果够发拍的，因为行高位家乡，要重新认识的这家生长的蔬菜，一群学生的希望大家谈论因的脚步，天天的替竹东老了，发现竹东的美好。在话上，在话下，看看呢，就这边这边相信如新吧。主动关注美术班的学生，同听听为学堂的快乐计划的团聚，来发好高的学堂呢。平常画画都是画平面的，很少绘画一节一节这样。最难啊，就是有一些边呢，偶尔画起来会就是会有点散散的，不会很直。图面表现它就是有颜料，然后有水彩笔，然后在纸上做一个留言。那留言的字呢，就是我爱竹东，就意思是说就是美术班利用颜料、利用彩绘留言给竹东国中，然后是做一个很喜欢学校的一个表现。用的铁图为因老师等呢，就当活该糊涂。美术班线上拍牙缝，放荡情来团聚，为学生呢就满足容个刺激，每为学校加些快乐气氛，还带来学生呢让严肃的感染力，对感恩学校空态度非常主动劲。会画图，然后学美术，都是上天给的一个礼物。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教孩子懂得怎么珍惜这个天分，那我们也要把这个天分分享感染给我们身边的人。睇下嘛，学生个围到一只土壤发土，晒起来一张地图，没想到人类一千分，眼皮就半夜那强强，手指记得每株类动态个信息。第一张的 A4 的导览地图，好像要说的故事不够多，然后我们要讲的话很多，然后不够放进去，然后我们就集结了学生去想说，那我们可以再做什么，然后可以让我们想说的话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小智记得用边看覆盖想法来策划，欣赏美丽融合口时间，你不来探究。当这些东西对称的时候，你事实上可以把一个东西放在正中间，然后两边是对称的，这样的话会给人家比较沉稳的感觉。不但像用文字来巩固，美好人透过人像来传达。我把人站在正中间，然后蹲下去这样拍，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画面，对不对？所以当我能够仰视，然后对称线抓住的时候，那个照片的感觉就出来了。世界上其实还是不欣赏，认为从头走让外观材料给留，手指动分两张，今年为学生的本单处就巩固感难的，其实还得重两张，为老几代谈巩固。最主要还是他怎么看这张照片，然后构图跟他想要传达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对，所以譬如说，如果他今天想要传达的是小镇的感觉的时候，那对于人，然后的那些旧的街道跟人放在一起的那个感觉等等，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要有个故事，那那个照片里的故事是什么？就是有些角度多环也会很漂亮，就是会看到不一样的竹东。像它这个都很四四方方、很规矩的，像房子一样嘛，像豆腐一样，对，就像豆腐一样。哦，对，就是线条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局限。用自家的砖砌加房内用想法的图，老一辈的就收藏毛孔肉，用来发拍的图，看会加动相应看。我画很多张，然后都是一直都没有被选，就被选觉得说，那个感觉是说，怎样才是一个封面，怎样才会真正性的去翻，然后怎样可以代表一个竹东，代表我们这群竹东国中的学生，还有老师去制作这本刊物。平常的一些手册啊，都是一些照片，然后可能就是美食的照片。可是我们小朋友是用他们自己擅长画的画风，然后把他自己对竹东这个地方的那个感觉画出来。
用来今年国内四十两百版面经推高修改，总算是完成的初步动向，这本算是主动改彩体刊物，记得希望大家纷纷的来点小金红，听听的老了听言，无论是世界念改搞改地图全都有。年纪纪就该主动使冲动就善良的俺都和三个轮轮嘻嘻为妻就马改古后宫。我四十年。四十年了。对。四十年。那四十年那一说老板娘是当地人吗？是在地人。老板当地人。都在地人。西班牙人改摊呢东东还穿了两三腿一个路点呢当你服务出出一夜就加不顿还服务呢爱奉承改慢慢中心。因为竹东镇它有八乡镇的人口，而且五乡从五峰、坚实那些出来的人，你要买东西要做什么都很方便。了解买菜买的是春节的摊呢，挑干腿以后，店长会给薯条红接下来做，做得工头冲烟都没了，还能买了一件买盖鸭盖，空气没空中都好起高干。做这行的话，就是像这种舵机做这种养殖的工作的话，那有没有什么地方是特别辛苦，或是特别就是跟别人家不一样，特别有？我在你们现在这么年纪的，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做啊，好，然后后来特别辛苦一点，就是像我国中厦门这种年纪的话，没有假日。中医访问，中医协助，还中医现场拔土，留下水冲，随时采个景象。我们家的招牌。招牌有三种，哦，红枣鸭，然后玉米鸡，还有另外一种土鸡蛋啊，那是生的。来冻好了，就讲你要对喜昌的东西，因为你啊还有三年好少在喜昌接触传统市场嘛，啊来嘛年龄，所以从你啊呢讲吼，记得第一只哦，讲不然不要跟拍摄啊。然后从你啊跟胸部吼，做在起到推面单啊。那主动改采喜昌啊。体力边体偏农业，嘿，听你点嘿传统嘅东西冻豆，就板条啊，寒冻豆好食嘅东西。第三点嘿，了解人情味啦。小时候最熟悉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像刘克祥啊，都有介绍过竹东的菜市场。然后齐柏林在拍那个台湾的时候也有拍过，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大家都很认识竹东菜市场，可是我们。没有很深刻再去了解，所以我决定就是一定要带学生很深刻的走访一下我们自己 的一个在地的一个地方。为了解这家提供给双面文化，还是定崔世聪动家出租的岛，规模安泰的主动世聪，最近是给客家菜饭，这点完全展现出来。安公安所给个设计老不白，动入温土个土地树屋，随行落去，出门唔想走。要采访就是在我们竹东当地默默推动地方文化或是文创的一些人士，然后就刚好我当书屋是在竹东还蛮有特色，而且他会就是周末的时候或是在假日，他会请一些。就是也是站在地在推动竹东的一些文化特色的人来这边演讲，像这边有常常有一些办一些展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特展，会请一些作家来，那可能就是时常会有一些活动，就是跟艺文方面。亚东书屋从头为安排文化沟通，美食请学生儿强下参加，为记得都学到辨识知识。学生儿们从头为地点开会讨论，出场是记得个一只词汇点。国中生其实，还算蛮小的年纪。我想到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还要编什么书单。然后他们从企划，然后采访，然后去拍照，甚至画画，都是他们自己来。到时候成品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蛮惊艳的。东入日本梅干路苏沙区。回到闹闹闹的萨库拉，看起来感动浪漫。两位是小日秋，艺术人气。萧如松老师，他是我们算是台湾美术史上水彩的这一个区块，算是名列前茅的几个艺术家。这个园区里面占地有五栋日本房舍，我们有五个不一样的领域，不一样的展览空间。
在每一次就创造体会，在新竹高速高的位置上面，小学从线上高的学生都多说不清，还那几个老夫没是新竹应该创造自身。之前肖老师在这边有住过，有那个在那边练，就是住在那边过了，他就留下了一些那个他使用的，像那边是有他的住过的地方，然后这边有时候会展览其他的艺术，还有他留的一些画作。他会要求每一个学生在绘画前面都要先把所有的画具擦拭干净，然后呢桌上灰尘一尘不染，然后画完之后呢，那些地上的什么小屑屑啊什么东西都不能留下来。空地上起读叔叔哥动电压的艺术馆，原来透过是一间陶瓷工厂，他父亲的陶瓷工厂，然后因为工业转型，然后科学园区变多了，就是有主科，然后因此他的工厂就没落了，所以之后就转型。我父母亲对艺术收藏就本身就非常有兴趣，那就利用这个馆藏的藏址来做他们馆藏品的一个陈列，那藉由这样的一个陈列，变成说，也结合邀请展览等等的，变成是一个艺术空间。在提供满满的今日艺术馆，为了丰富新竹的艺术，除了展示展会艺术藏品，寻找现和创投强艺术家来扩展，为新竹乡亲求取呢就看得到艺术。初步动行虽然是一本细细的手册，不过内容没改多久，两条都是学生的主线编写出来的。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常会被退稿，当然也会有那受到打击的感觉，说好吧，不过就是有种好我要再加把劲的那种冲劲。向老板问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还蛮紧张，或是拍照我都只是敢躲在角落，一直那一次我就去了三四次，所以之后就是比较顺的，就不会一直躲在旁边。经过很多困难，学生的很多动作没增加动作，向此没动懊恼。五六十年来，以前来回忆都概念啦，还写写是做冬天煮汤嘛，然后前多像安尼了到还有到五地的哈，看到了本书以后，安尼样地哦，还动动安尼样都说嘞，还五地主动就动到安尼五地。一直觉得外面的东西很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很吸引人呐、啊，然后可是。其实应该我们要这一代应该要更认识自己在住的，就是自己的乡村家乡是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然后哪些特点。刊物编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很讶异，就是编得很有水准，而且内容也很精彩，也让我们跟社区开始有很多的连结。其实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梦想，比如说跟国小我们怎么去合作，然后跟高中，对，或者跟社区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些什么让竹东镇更好。安都用起梦想到两岁日本国中生变出了一个看法，取得东南的世界几条之间住的出庭一般的计划。第一个刊物的学生，那他可能已经毕业到高中了，然后像我们这可能会做就是第二季，那他们都主动的表示说他们都可以回来继续带学弟妹。今天的戏今生今冬今残损，透过辨析出普通行，学生的重新认识自家生中的土地，了解家乡的故，韩国态度经过合好的韩国当存土地，而你没做得透过生的国土，从下来发现主动就结账就结合。